我在 4S 店内啊，还得接着宣传咱们国产。我上车了啊，看，我上车了啊，这是咱们国产最强大的比亚迪唐 EV。哎，上来。哎呀，哎，那俩是谁呀？这俩谁呀？这不是陈粉红的呱呱哇吗？这不呱呱哇吗？哎呦！啊？买青蛙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么可爱呀，那眼睛会亮的呀。这么可爱呀。那我买青蛙，你们买车吗？我会买呀，必须买。你知道这什么车不？这是比亚迪。哦，那我问你们个问题，回答对了就买你们青蛙啊。好。那个，保时捷好还是比亚迪好？保时捷比亚迪落后了一个时代，他们不是一个类型的，所以还要支持国产的汽车，买车就买比亚迪。好的，对了，这两个留下吧，挺好的。来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这小宝宝可喜欢了哈，正能量啊，那个正能量啊，呱呱呱，正能量。买两个青蛙，嗯。